现在是早上7:10，马上播放起床音乐。妈妈，听我聊，下班了。好的，主人。已为您打开窗帘，今天空气质量指数优，温度为15到23度。天猫精灵，5分钟之后开饭。好的，妈妈。饭煮好了，电饭煲当前为保温模式，我会在5分钟后叫大家吃饭。从家到公司路上轻微拥堵，开车大约需要35分钟。好的，正在为您关闭所有房间的灯和空调。好的，客厅的灯和加湿器已为您打开，空调已调到26度。点儿好。天猫精灵怎么包饺子呀？北方饺子的做法共6步。天猫精灵，生死油再来一瓶。已经为您下单。天猫精灵，发现设备。是否连接？连接。精灵生活的灯已连接成功。小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天猫精灵，想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天猫精灵，打开电影模式。好的，已经将灯光调为影院模式。天猫精灵，晚安。好的。所有设备已经关闭，主人晚安。